的鸿雁，哇哦！我看的手都流汗了，哇！来来来来，我们来听一下我们评审老师如何对你的奖评好吗？来，谢谢我们评审老师，来谢谢。哇，对啊，真的太夸张了，你的大鼓已经听起来像，对啊，很成年，已经二十几岁的感觉，对。那个的技巧也非常棒，然后表现也很好，很会表现自己，然后对，然后每个节奏感也非常好。可是那如果还是会提到那个建议，有些建议的话，那个还是都一样。那个如果你刚刚有出，应该是你打是应该是松我的节奏，然后也三百也有出现，然后 two three clap 就比较稍微慢步，可是。感觉像你还是没有什么玩过拉丁的音乐，对啊，没有什么玩过那个桑巴那个东西的感觉。应该是你的年纪应该没有办法跟乐团一起玩拉丁的音乐，那个有些巴西桑巴的音乐或是古巴那种的音乐，应该是比较没有办法，应该没有人会玩。对，可是如果有机会可以听更多音乐，你的那个程度已经可以。看更高级的程度，因为我们是玩是音乐，所以是重点是一直是音乐，对啊，不是大鼓的技巧厉害不厉害，你已经技巧太厉害，所以可以学一下拉丁音乐是什么样的音乐，然后拉丁的节奏达到怎么样听起来是拉丁，对啊，巴西音乐也一样，桑巴也哦，达到怎么样听起来是桑巴，对，这个部分可以研究一下，可是基本上你是非常非常已经高级的程度。来这边，我们因为他很厉害，所以我们都想要讲一些东西。对对对，就是鸿雁，对不对？真的是非常棒。对你的技巧、你的 sound、你的 grooving 都，你都学了很多 pattern， 很多技巧的 pattern， 学尤其像 Dave Wacko， 他真的是 pattern 非常好用，很棒，很帅。然后接下来的你的 next level。对，看你还是要再继续进步嘛，对不对？对，我要开始在寻找你人生中音乐的路程。所以，其实音乐就像刚刚Takeshi老师说的，就是每一种音乐它都有它的技巧，它都有它的 sound。所以其实我们是要玩 sound。对，所以爵士乐、拉丁爵士、fusion，OK，、okay, 然后 rock， 它各种音乐都有它的语言。所以接下来我想你的 journey 就是开始要学不同种的乐风，学习种不同种的语言，看看不同种乐风的鼓手，像比如说 Jack DeJohnette、 Lenny White， 对，他会给你很多那种不同音乐色彩的乐句。 OK， 加油。你可以叫我吗？很棒，非常棒。Really great chops. Your chops are amazing. 你知道 chops 吗？ Chops 是什么？那个，对对对。就是你的 phrase， 就是 phrasing 的技巧。对对。Maybe just try to play some of your phrases a little more musically. Like most of it, you had some great beats, really amazing ideas, great Latin grooves, pretty.Darn good groove, really good. But towards the end, maybe I thought it sounded like you're just moving your hands and playing really fast, but I don't really hear the idea. But if you can just take those chops and just use them to make a little bit more clear ideas, then man, you're really already, how old are you? 几岁？加几岁？十二岁。12. Yeah.Amazing. Yeah. 很棒. I started when I was 12. 十二岁我们都不知道在干嘛。啊，对，刚刚 Mark 老师说，其实你像有你练很多东西，已经练到其实是一个不用去想了，它就是啪很自动的爆出来了。所以现在你可能需要去想它了。比如说同一个 idea， 同一个手法，我有没有可能有不同的变化跟发展？然后是比较音乐性的，像唱歌一样。那你就会到另外一个世界去。OK， 好，谢谢。嘿，鸿雁，刚从 drop off 回来，对不对？
对，我很想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你在演奏的时候，你脑袋的画面是什么？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你有感受到什么吗？没有，不知道，不知道，好，太好了，纯粹凭感觉就对了。OK， 我这边帮你补充跟你身体有关的事的几项。第一个就是，其实身体就是你表现我们乐剧的一个最大的语言。我觉得你可以更去开发，就是你每个身体的动作的张力，因为你很多动作都是在压缩你的前面的肌肉的部分。其实如果你去多锻炼一点你背部的部分的张力的话，你在对于整个爆发力跟回收力量跟小拇指跟我们整个手肘然后还有肩胛骨的力量的位置的 touch 感觉会有更不一样的感觉。对，这部分是我可以给你建议可以加强的，加油加油，超棒的。好，我们谢谢四位评审老师对你的一个讲评。虽然我们的主办单位一直在下面对我们的主持人一直眯眼睛，但是因为实在太优秀了，每一个人都想要跟您做一个评鉴。所以说对于未来的您呢，您一定要更加的再去把刚才我们的几位老师对您的一个建议您一定要记得，好不好？我们希望我们这个明日之星以后呢可以耀跃国际舞台。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一个评分，95分 94.9 93.5 95分。哇，来，我们来谢谢评审老师。好，小心小心台下，谢谢。